怎么了？副总，我刚才洗澡，他突然就闯进来了。你是谁啊？这都晚上十点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收房租啊。这离收租还有三天啊。甭管是不是收租，未经同意闯进来就是不对。我家的房子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下次再这样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怎么了，大喊大叫的？瞧你长得跟猪肝似的，我儿子可看不上你，你呀可进不了咱家的门。这次来呀是通知你，我们家这房子刚刚划到了学区房，刚卖掉，人家现在等着过户呢。我才刚续了一年的房租，你这是在毁约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先看清楚合同。若房屋售出成功，即日起合同作废，这么小的一行字，念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，反正这两天啊一定能收拾好。霍总，房东他们又逼我搬走了。别慌，我陪你回去。这房门怎么又开了？哟，是你吗？你怎么又直接进屋了？还有我的浴巾。大惊小怪什么？我在自己家洗澡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们没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的屋子，就算你是房东也不合适吧？请你立刻就离开。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这么不懂规矩。都让你搬走了，怎么东西都没收拾好啊？里面那一内裤都还在里面。你还擅自放我东西，你变态！你电话打不通，人也不在家，我好心让我儿子帮你收拾，但好心当驴肝肺了。什么事呢？你小鹿，坐不住了，我批经费给你租个更好的，打包好行李咱就走。哎，这么就想走啊？怎么还有账没算好呢？你这么的扣200，这厨房都是油，扣200，这冰箱多长这么丑，扣1000，这窗帘上都是灰，扣300，桌子磨成这样，咱就500，总共2000，给完钱再走。支付宝到账，怎么还都给4000呢？果然是大老板啊！你错了，那是给你们的修理费。